吃完什么的？你刚刚换进来。嗯，六个刚好，长的，长的六个。这个放在哪里？这个，哎，你那边你可以先把它放在，先我们先把材料准备好。所以门可以打开哟。你再打开一次门给大家看啊。开门，你看门可以打开。对，好，然后窗户可以吗？对，这也可以打开。然后你要打烊的呢？对，打烊就是这样子关起来就打烊了。对，打开。那 TT 你把它破坏掉了，因为毕竟是积木。好，然后你们看里面，就是还蛮精致。里面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他在算钱钱，对不对？里面那个人在干嘛？算钱钱，这可还会动。好，把它关起来吧。爸爸说贴纸怪怪的，我怎么不觉得贴纸怪怪的？爸爸贴的蛮美，完美的、啊。好啦，跟大家拜拜。